再来，说冠豪每次办台新信用卡都被打枪，其他银行都没有问题。我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你这个台新信用卡办不过的话，有可能原因是因为，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是他喜欢的所谓的职业别，因为他有一些比较特定的类别的职业，他是不会让你过的，一定不会过的，比如说像保全之类的。好，这个是私底下我去询问信用卡业务，台新信用卡业务他之前跟我分享的，对，因为他们有觉得有一些职业是比较高风险的。可能会容易就是失业或是没有收入，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或是歧视，而是他们银行自己内部的审核机制里面就会有这种所谓的隐性的条款，那他们绝对不会把这种真正的原因跟就是社会大众讲，好，这是他们自己内部评分的标准，所以你去问也问不出来，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信用卡办不下，我建议你可以多存一点钱，比如说存到50万或100万，那你接下来就有机会可以用定存单的方式去做申请信用卡，这样应该会过，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应该要解决你的问题。